是因为那是因为阿妈把那个所有的线路切了，小打出来。后来他们到卡拉 OK 了，然后阿妈也准备好了家里，因为等一下傍晚开始洗吧，差不多洗是到吃饭的时间。阿妈不是身体不好吗？不是。他们说他们回去嘛，然后可能本来跟阿嬤讲说八点会到，因为睡过头，然后阿嬤的菜啊饭都准备好了，然后那个歌也一直放了两个多小时，对，一直重复把它，对，一直重复，他就是要让他的巴奈听到这首歌这样，然后因为那是巴奈最喜欢的一首歌，是阿嬤在喊他睡觉的，那是哪一个乐团唱的？那是当时吗？对，当时当时的话叫做土日本，不是哇呀，不是，对，然后他就后来对不对？来当新，后来本来是八点吃饭，对不 对？后来结果他们到的时候已经十二点了，阿妈睡在桌子上面。对，然后阿妈也进到梦境了，就对了。然后不要不能有自限哦。对，然后他们就进去，就。把阿嬤叫醒，说：“哎呀，阿嬤，我们到了，可以开始吃饭喽。”阿嬤就生气，这样就说：“你自己吃吧，待多久了？”这样，阿嬤就回房间先睡觉。后来房间这时候就想到了，想到什么？想到他爸爸。他爸爸负心的话，他爸爸那个他爸爸英年早逝，所以阿嬤是妈妈一个人带大的。跟妈妈一起啊！我看妈妈也不见了。好，所以他就想起了父亲的话，当时就说，因为那个他父亲以前就很叛逆，常常没有在家里吃饭的，然后就是很晚才回家的，然后就告诉特别高叮咛巴奈说不要这样，一定要做一个好小孩。对，然后故事到这边。然后就想起了父亲的话，就啊，对吧？把当着亲人接父亲的话，那就开电视转 HBO， 有一个片名叫《父亲的话》，对。啊，不好笑，唱歌。OK。啊，马上你接父亲的话，好吗？